这里呢是一个海洋，这是台湾哦。哎，对，这是台湾哦，这是我们台湾。科普馆很好玩哦，那里有一个中华电信的跟科普馆合作的展厅，叫《电信在台湾》，好不好玩呢？好玩。如果下次您真的有必要要爬树的时候，请记得这种感觉。这个是金背蟾蜍，是它的尾巴。你好。慢慢慢慢走，慢慢走。好，现在是停的。真的挺大的。哇！有没有听到？两个吼叫声。博物馆的一个整体解决方案，那让视障者可以从资讯平权、就业平权走到最后的文化平权。我会希望说，我们这个志工团体能够继续永续的往前发展。那散布在全省各地的退休同仁，他也有一个贡献回馈公司的一个机会，可以透过实际的触摸，感觉到他到底摸起来的样子是什么，摸起来的感受是什么。中华电信。